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看星期二朝頭早天文台的天氣報告，我是何俊傑。今天有一些驟雨，不過如果日頭天氣繼續都會幾熱下，大家仍然都要留意防中暑防曬的措施。雷達圖在上面到，今朝早啲零星的雨區由西南向東北掃過珠江口一帶，帶嚟一些驟雨。本港方面由午夜開始，今朝早喺荃灣同埋青衣錄得大約10毫米的雨量。雖然有些驟雨，在維港望出去雲層不算厚，今朝早已經見到不少的陽光。而嚟到七點零鐘嘅時候，大部分地區嘅氣温已經去到成29至30度噶啦。睇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受到低壓槽影響，廣東有啲對流嘅雲團。不過比較差嘅天氣主要集中喺內陸地區，沿岸嘅雲量整體嚟講唔算太多。預計我哋今日仍然都會見到唔少嘅陽光。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，預計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炎熱，亦都會有幾陣驟雨，初時局部地區會有雷暴。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，新界會再高1-2度，吹和緩的南至到西南風。至於展望方面，預計高温的天氣仲會持續多一段時間。未來1-2日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酷熱，市區高温會去到成33度左右。而接近週末的時候會有幾陣驟雨。呢一節的天氣講到呢度，再見。